好，孕妇们也是可以留下美美的照片来回忆。来看看呢，台中这一名机械工程师，他业余就是喜欢摄影，而且喜欢用借位的效果来呈现。包括呢，在画面当中，您刚刚看到这位孕妇呢，他就特别用借位的方式，像是这个老公的弹跳飞出去，或者是呢，要把这个老婆的肚子给吹大。既搞怪又甜蜜，而日前呢，这个摄影师也在呢脸书上分享，结果不到两个礼拜，吸引了近8000人按赞，还有马来西亚的新人要他出国长进，让他是受宠若惊。用力一吹，老公神奇的把老婆的肚子给吹大了，还有这张用肚子强打威力将老公弹飞到空中。最有幸福感的莫过于这张老公咬着奶嘴，犹如囚犯困在老婆的肚子里，象征一辈子的承诺，逃也逃不了。要呈现结婚完，然后老公就把肚子吹大。苦涩孕妇照的主角就是这对夫妻，看着到海滩拍摄的照片，越看越甜蜜。老婆虽然已经怀孕9个月，还是火辣的穿上比基尼，靠着借位和老公拍出搞笑苦涩照。这些都是摄影师引导我们，就是合成这样才觉得蛮惊喜的。幸福苦涩照一泼上脸书，吸引近8000人按赞。幕后摄影师就是他，叶嘉云，是机械装配工程师，业余时间喜欢摄影。2年前开始利用休假帮新人拍婚纱，也帮这对新人拍孕妇写真。担心动到孕妇胎气，用借位摄影技巧拍照，突发奇想，大碗苦涩。是临时想到的，对，是在海边就临时角度看到这样，就临时想到叫他们拍这样。苦涩孕妇照大搞借位摄影创意，让摄影师意外爆红，就连马来西亚的新人也愿意提供免费机票食宿，请他出国长进，拍下最美瞬间。中央社李梦长、林志文台中彰化采访报道。